走啊，啥意思嘛？待会儿都干啥？你过来嘛？哎，这不过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走了。小王，行了，走，咱走呗，好不好？小王，你到后头，你到后头，到后头，到后头，到后头去。先坐着，坐好。二店的烟火气，就那种感觉很重要。但那种感觉就像刚才潇潇说的，我给肉串一个特写，然后背景有人啊，有炭火呀、啊嗯，这感觉就能出来了。能出来，或者是一堆朋友，比如咱们三个人，每人手里拿两个串，把它举到一起，三只手。你想，其实他们都说嘛，谈正经生意，去大董，对吧？然后好哥们聚会，路边摊，对，就你确实是，你得可能背景还有桌上一。一堆开了一半毛豆花生，或者开了一半或者另一半没开的啤酒，对吧？就从瑜伽屋买了小西红柿，还有草莓。来看烤肉，二号门吧，记得是。我靠，可别上错了，哦，它叫六层呢。怎么这么黑？这边亮一点，外头还是很亮的，屋里黑。应该要到了吧？对。看到了熟悉的密码锁，哈哈。Hello。Hello 啊。哎呀。这是没有穿裤子吗？哎呀，我们看看 Carl 在干嘛。这样不是更自然？哇，好好吃！你要给我 PS 好棒！你要把我的脸 PS 掉？没有，不行！这影响我找另一半，你知道吗？你特别显没毛病，你知道吗？没毛病，不行，挺好的。不，我都没有洗脸，没有洗头，不行。这不就是 Vlog 的精髓吗？我看这小刀法。这小刀把这算整洗碎洗碎的，这得了吧！跟你说，彩虹利剑双走。别太亮了，再搞。再暗一点，这样可以了。就两个大爱心。棒棒的。一荤一素。哎，我买了草莓，你尝尝。一荤一素还有水果，应该够了吧？够了。嗯。没地儿搁哈，等会儿找个小篮篮。行。没毛病。嘿嘿嘿嘿。哎呦，这几天真的是连上了。咋了？吃饭啊，吃的太那个了。不是放开了之后，大家都可劲儿聚是吗？对，然后昨天有人说我这扣家里。你这是那啥吗？你这过年的节奏啊，每天都在吃。哇，这个大拌菜棒棒的。哎，你上回给我那个捞汁儿还有吗？还有。哇塞，我吃完了那一桶。那你可以再拿走一桶吗？早吃完了，我这，我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自己做根本做不出这个味道来了。
梦里面拿到一个。爱你，看，拍一下这个上桌，太健康了，哇塞，棒棒。哎，你说如果哇塞，然后还是红豆米，糙米家那个糙米，哇，我也准备去买点糙米。不是把普通的米和糙米那个混到一起了，嗯，因为那个袋子用来省空间嘛。我们来把这个擦一下就是。嗯，太讲究了。吃了这一顿就差不多了。这牛肉也是好的牛肉，放心吧，不会比外边的差的。赞！好久没吃牛肉了呢。你下次可以，就是下单把东西送到我这儿，然后你再买一个。你看你这么没有眼力劲，我给你端着。啊，我以为你要端上，我准备拍你呢。哟，上桌喽！感觉这个长镜头根本就是一刀都不用剪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不能给美颜一下吗？可以，美颜的要求还是可以实现的。我这发型都已经睡起飞了，你们也不管那什么一下。等会儿再加吧，这个可以，我给放冰箱里。I'm sorry， 掉了吗？我就看镜头来着，没看这个。OK。还可以给你加，如果肉不够，可以再给你加个菜。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，你今天也是赶得巧，因为本来我都约了人跑步了。哎，对，我记得你今天不是四号那什么吗？我就是例行问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一看大家都那个什么，然后我都特别嗨。昨天跟人家实在，被人家虐的屁股疼。上厕所啊？棒棒的糙米饭，凉拌三丝，还有牛肉，还有蟹棒，还有水果。哇塞，今天真的是过节了呢。我只要天天过节，今天是什么？哎，你看那个还在忙呢。这一哥很 A 的，他们那个，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抖音的官方账号。什么很 A 的啥？就是抖音里边的那个一个网红。是你上回推给我那个三句半吗？对啊。哦，我看了。我觉得人家挺有才的。我觉得你也可以呀、啊，咱俩说脱口秀去吧。脱口秀啊？嗯。说吧，我这儿能说脱口秀的好几个才子呢。同个框啊。啊。我们得同个框啊。我在 Core 家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吃饭了，耶、yeah ！
棒不棒？今天真的是过五四青年节了呢。嗯。